哇，人山人海啊！今日同大家去到 K11 参观全球首个破天荒嘅咪咪实体展。唔想排长龙嘅，记得好似我咁早啲预约。唔讲咁多啦，一齐入去睇啦！喺展馆入面有好多大家好熟悉嘅 slogan。大家仲可以睇到好多喺网上面爆红恶搞嘅咪咪添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见过嘅。video 之余，希望大家仲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除咗咁样，仲可以跟埋我嘅 Facebook 添啊！咁当然唔系净系用眼去睇啦，其实佢仲有 AI 嘅设备，你可以透过场馆入边好多嘅平板，然后咧你会睇到。佢喺个平板入边咧，会有唔同嘅嘢弹出嚟，仲有啊，有阵时咧就会睇翻喺 internet 上面睇到嘅影像。咁当然唔单止系咁啦，其中有部分嘅仲有气味添啊！如果大家唔介意嘅，记得去闻一闻啊，有啲真系好搞笑嘅。呢一个展览系会由而家一直做到5月9日。每一日由12点开始，直至到晚上10点。睇展览之外，大家都仲可以做呢个纹身水印噶。大家喺场内入边咧，会睇到唔同嘅纪念品噶，记得问下工作人员啦。除咗有纪念品之外，你仲可以排队玩即影即有噶。